目前有协助六个弱势的园区，然后还有私人的爱爸爱妈，我们提供了医疗跟粮食方面的资源的补助。我们是位在巴黎，其实是在巴黎跟林口的一个山坡地啦，它可能会有一些嘈杂声啊，就狗叫声，很多的狗园其实都是在这种可能比较偏僻、比较郊外的地方。在我们照顾过程中啊，其实算是蛮多都有困难的啊。我们也会寄一些物资到一家中南部的一些家园，物流成本其实都还蛮高的。那非常的感谢，就是拉拉木这次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即时货运的服务，帮助我们做物资，然后还有粮食的运送，让浪浪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最温暖的帮助。拉拉木。持续关注动物保护议题，尽最大的力量守护每一个生命。未来也将继续努力，运用即时货运的力量，成为传递社会大众爱心的桥梁，带来更多希望与爱。拉拉 Move 幸福快送。